我去，好饿。顺便去倒了杯水啊。怎么黑屏了？为什么还穿着衣服？什么鬼？不然呢？难道不穿衣服吗？我要泡杯奶茶压压惊了。第二张很吓人的，这个就是第二张吗？对不对？前方高望的，不要吓我。来的话就怎样怎样，结果他们就又来这个宅地了。哎呦，换女的都喜欢抽烟，谁说的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会是女的先死。不要吓我，白色的，颜色怪怪的，有没有啊？有个茶包泡的，后面没女的。戴上我的耳机，开始。晚上0点回来等我，你是吓我的吗？入口被瓦砾埋住了，出不去。戴左边的耳朵感觉声音好强啊，我要戴右边的耳朵。戴两边的耳机真是。我们爬上去，瓦砾，瓦砾，瓦砾。好了好了，不是瓦砾，是瓦砾，行了吧？这上面某层应该有可以通往别的楼栋的通路。感觉那个胖子会死啊，说了这个胖子很可靠。啊，那个弹簧球到底是有什么用，不太清楚。你身后才有人呢。明天见不到我了，为什么？明天要去上班或者上学吗？你们看看这下水道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呢？没有，往右走了。这个门也点不开啊，那样的话我心脏病都会发呀，有没有？哎，彩色球，又找到一个球。开不了这个门，再往右走。这门上锁了，坑爹吧。感觉每一层楼的布局都一样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门可以打开，可是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查墙上有画。这里没用啊，出去看看吗？这里面还是没有东西，打不开。小火栓呢？哎，找到扳手了，把这个扳开呢。右上角那个原色的东西，不不，扳手可不可以扳一下门？不可以扳开啊。扳手可不可以用在这个上面呢？拧开一些东西可不可以？消火栓，消火栓三个字啊。用弹，在这个里面用弹吗？不对呀，在这个里面用，放不进去。把这个打开，把这个弹丢进去吗？不可以呀，我们锁了，怎么了？门前那片狗尾草，谢谢鱼丸。没电，略恐怖。感觉我要，感觉我要再进那个房间一趟。这个扳手能不能把它扳呢？他，扳手他不给我收回来了。
是我把它卡上去，他不给我收回来了怎么办？我怕我以后还有用的呢。钥匙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啊，我去。我去，这你妈什么鬼？上这锁，把它拧开。我要进去喽。哦，好，出来了一个。不推荐一个人行动，我认为和谁一起行动比较好。这有什么用？哎，找到把锤子，锤子可以去把，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东西。上个锁，按的，然后呢？完了，感觉去看看情况就糟，吓尿。然后呢？找东西啊！因为他一个人去上厕所，所以好恐怖。我刚才也看到，我也老是看到人影啊。哪里说的是先奸后杀这种？轮到主播了，是什么鬼？不要乌鸦嘴！非洲大野驴，谢谢。最屌，么么哒。影片里面就是雪衣潮走过的路，谢谢鱼丸。耗子，谢谢鱼丸。柯南看多了，是不是钥匙是不是用在这里的？先等等，我去看。这边的下水道什么也没有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一个钳子。果然每一关都在它可以。我也觉得。这个里面还有吗？小火山里面。是啊。刚才的。关卡看一看，重新，还要笑吗？是折磨折磨谁？我的恐怖的游戏，谢谢粮草茶送的，不用重新开始，直接选那个章节就行了。喜欢主播的点一下右上角，然后迅速的去那个地，先找扳手。自由之战我什么找到了，刚才领了我红包6元，谢谢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那里有个钥匙。刚才我想试试不拿钥匙，先拿扳手会不会死关。要送的鱼丸，想到的词居然是端，我也是醉了。找到一把钥匙，这个洗发水好可爱呀、啊！出去，还是不行啊！扳手会不会触发剧情啊？走，电梯那边就。往右转就看到这个胖子，他就立场日常的把这些东西全盘。这个门是锁住的对吧？看看能不能打开，并不能打开啊。
谢谢旧梦送的冤。好的，我再试试出门右。